看定位啊，定位位中可是有火的根气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它偏印的根气呢，这个东西等于是它的印库啊，也可以做比劫库。这个四五位的时候它就可以做比劫库。未土啊，地支它是容易害某位的，然后还有五位相合，不管是害某位还是五位，都是往这个丁火的印禄方向转化，亥卯未了之后也是旺了印寿啊，是吧？所以看似做一个泄拽的未土，实际上这个未土首先对丁火有藏干的支撑，其次它在地支行进的过程当中还容易把丁火的正官转化为什么？转化为印寿啊。这个丁未一柱啊，跟亥水的关系非常好，跟子水的关系就不好，因为子未相穿，子水在天干是通过癸水克丁，在地支就是子未相穿在干丁火啊，而且子未相穿两者都要受损，这种食神制杀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，胃中的这个根气丁火必然受损，胃中的根气受损，丁火得到的支撑就不多了啊。好，我们看亥位，亥位如果合而不化，那么就是用食神得到正官的相，而且暗中有印寿相助的这么一个相，它就算不化，总有见到某的时候，总有见到契机能化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总有得到它的时候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局里非常燥，因为这个未土本就是燥土，如果你局里非常燥，这个时候亥未尽量不要让它合化，合化亥水就被带走了，知道了吧？那么如果合化了呢，如果合化了就分两边看，亥水究竟是喜用还是为忌的，如果为喜，那么这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官印相生，如果为忌呢，如果为忌，那就是本来能够帮我制约官杀的伤食都变成了坑我点抗我的人，我的小辈我的下属联合那些想要管理我的人一起来坑我，就这么个相了啊，所以要分喜忌两方面去解读。那子未相穿，刚才我们讲了食神制杀啊，两者都相伤。那卯未相合呢？卯未相合，基本上是可以化木的，因为天干透的是火，它不是木的敌人，对吧？它又不是辛未啊，卯未相合基本是可以化木的。那如果化了木之后，其实就是食神转化为偏印，我的发散，我的创意都转化为了我灵动的这个灵感，因为是偏印嘛，主偏门啊，而且说明我对偏门的学问更感兴趣。如果说不化，如果某位他不化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。如果不化，那就是食神制啊，不是，那就是印寿制食神，这未见得是一种束缚了啊，未见得是一种束缚。这种如果不化的话，几乎可以等同于修身多食，而且如果局中只有一个未土，未土还是你的子女星的话，害某位之后直接带走了子女星了，那就再看五火，五位相合往火土转化，其实是旺了五火，把五火的气给合旺了，所以这种情况下食神合禄它是喜见的，你只要见了禄把它整旺了就是喜见的啊。这种时候呢，食神本来就代表福气，禄神也代表福气，哎呀，这日子过得别提多舒坦了。丑土是辰戌丑未里面最湿最潮的土，所以它对于火的泄拽作用也是最大的，如果局内火旺而且燥的话，见到丑土，那丁丑为柱，丁火作为日柱，见到丑土简直是见到救命稻草，它就是最有用的灭火器。但如果局内火弱，它就是掏空老公的凶器啊，老公的身体将被丑土这个媳妇儿给掏空。分两面去解读啊，这种泄拽火的问题到底是需要的泄还是不需要的泄，我们才能判断出这个宫位所代表的六亲是吉还是凶。我们看子丑相合，子丑相合呢化的是水土，也就是稀泥，对不对？它制约了子水的一个流动性，使得子和丑相捆绑，一
也使得稠土更加稀软。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丙辰呢，见子水，辰子半合，是不是把官越合越旺啊？那他把官合旺了吗？没有，这个七杀的能量是下降了的，稠土的能量也下降了，对不对啊？他俩一合，稠也稀了，子也不流动了，这就是子丑相合啊。从取向上来说，如果是丙火的丙辰见子，这种辰子相合，它是使得官星得到滋养，得到旺盛，它可以说是一个为公司做奉献的好员工，就是他可以把这个官星越拱越旺。但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把官星越拱越旺，他甚至改变了官星的状态，变成了丑土的一部分，我爽最重要，是吧啊。所以你通过日柱跟七杀的作用关系，你就能知道这个人他做领导之后会有什么状态。丁丑一柱如果做了领导，他跟子水相合了之后，他的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散漫随性的啊，他是对自己没有一个约束力的。子水本来能约束丁火，子丑一合也约束不了了啊。那么丑未相冲呢，丑未相冲你要看天干透的是啥，如果丁丑跟丁未相冲，丁火透干，那么丑未当中的丁火就占了非常重要的比重，就容易把丑土当中的辛金跟癸水给伤掉啊，具体伤的是谁还得看天干透干之物啊。那么午呢，丑午相穿，午火本是丁火的禄，对不对，见禄又穿禄，这个夫妻宫可不干好事了。这种穿你甭管它是喜是忌，只要禄被穿都是忌，记住只要禄被穿都是忌啊。丑午相穿怎么缓解，见巳火啊，巳丑相合，它拉住丑土，最好是往金去转化，这样子就能保住午火的命根子啊。还有一种方式是用什么呀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寅木。寅木到了之后，由于跟丑土有一个暗合的情谊，它也能适度的拉住丑土，当然跟巳丑相合这个拉住的力量相比就弱很多了。然后呢，寅午相合，它是把这个禄越拱越旺的。虽然这个午火还是不可避免的会泄拽一点到丑土身上，但午火有元神呢，对吧，我一盆水往外泼一泼就没了，但如果我这儿有个水龙头呢，哗哗哗，这寅木就是水龙头啊，对不对，有水龙头的情况下，我这个盆里的水往外泼就泼呗，反正我一直都有水能流进来。这就是当穿路的时候怎么保路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好，这个巳丑啊，巳丑相拱，如果说它化金了的话，其实化金并不容易啊，因为丑上做丁呢，丁丑一柱如果化金的话啊，那么就是比劫帮我怎么样啊，赚钱。但比劫帮我赚钱，比劫是丢命的赚钱，因为巳丑如果真的化金了的话，这个东西巳火它是比劫丙火的禄，你把人家的禄掏空变成你的财，你这样的做法叫缺德，是不是啊，这叫缺德，这是会对你的业报产生很大影响的。那如果不化呢，不化巳丑相拱，巳火也进泄在丑土上了，丑土这个湿土啊就是个大凶器，见了什么火都能会，巳丑就算拱合，就算它不化金，就算它合，巳火的禄也失去了，也被丑土给泄拽的非常无力了啊。所以丁丑一柱他如果跟人合作，跟比劫合作赚钱，他一定是掏空比劫的思路，他不会说你出一份力我出一份力，然后我们做出的蛋糕我们五五分，他一定是你出九分力我出一分力，然后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我再分你一小半，这才是丁丑一柱的画像，丁丑一柱用比劫的画像啊。所以丁丑一柱其实是有点狠的，丁丑一柱它是克比劫的，记住它会克比劫，为什么，就是四丑拱合的关系，进他的局里你忘了他的财库，这个财库如果他不化金，四火也是拿不到这个钱的，他只是稳稳当当的被丁火坐在自己的屁股底下而已，所以他可以忽悠你，来吧来吧，我们干这个我们干那个，最终钱还是自己拿着。所以要小心啊，如果是这个局内湿寒，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，如果局内木旺，
这个局还这个还好说一点，因为木能生火，当然天干木能不能生的地支火也不一定，如果是乙巳一柱那还好说，如果不是的话，那这个巳火进局就妥妥的是被剥削割韭菜。丁卯，丁卯我们刚才讲了坐下容易什么亥卯未，是不是？然后呢还容易卯戌合火，总之这个卯木对丁火的支撑啊还是比较稳固，还是比较靠谱的，是不是啊？他建的这个戌土啊与卯相合，容易化火。如果说局内有午火的话，午火是丁火的什么呀？是丁火的禄，对吧？如果局内有午火，这个时候卯戌相合了之后，其实是旺禄的一个相。旺禄啊，就是这个午火被旺起来了，所以是个好事啊。有的同学会不明白说为什么这个啊，有些人明明已经命很旺了，有些局是不是啊，然后呢他走了个本气相，然后还过得不错，这个后面财官旺了之后吧，虽然有起，那落的时候摔得也挺惨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禄旺啊，主平稳，主享受，主潇洒，主安逸。这个走本气相的时候呢，虽然财官的不得利，但是禄旺啊，这个禄旺而得财，是丙丁火日主多见的一个格局啊。注意是禄旺而得财，是丙丁火日主非常多见的一个格局。所以有的时候你通过喜忌的方式，你明明断这个局不喜比劫，为啥他走比劫相还比较好呢？那是因为人家禄旺啊，禄这个东西啊，它是可以跳出整个八字的，就是你但凡挂了禄就一定要保持禄的旺度，如果禄不旺了，你这个福气啊基本上也就没多少了啊。这个禄要是被破坏了的话，基本上就要受苦受累受罪了啊。好，我们来解读一下取向。卯戌合火，卯木是偏印啊，是坐下，代表伴侣。这个戌土是什么呀？是伤食。我的伴侣和我的伤食，伤食可以代表孩子，对吧？我的伴侣和我的孩子联合在一起化火。我们从两方面解读啊，如果命局喜火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是伴侣和孩子一起帮助我打拼事业呀？啊，我老公给我开车，我孩子帮我搬货，然后他俩一起帮我把这个小店给做好，是不是这个相啊？那如果是忌火呢？卯戌合火之后应该怎么取向啊？是不是说我的伴侣和我的孩子一起花我的钱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个相？对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啊，你画出来的东西你要看它喜忌。丁做卯上，基本上卯戌可以直接判断它化火了，没有别的可能性啊。都说化火难一点的话，都是壬戌一柱过来跟丁卯一柱作用，只要不是壬戌，哪怕庚戌一柱啊、甲戌一柱、丙戌一柱、戊戌一柱，都是卯戌合火的相啊，都是化了的，你都不用考虑不化的问题了啊。都算是壬戌来了，天干丁壬合，地支卯戌合，其实也是怎么样啊，命旺而扛官杀之下得到了正官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亥吧。这个亥过来想要跟卯合，基本也是合化，天干是个丁火，丁火本来就是木所生之物，是吧？地支合化了对日主有好处，干嘛不让它合化呢？所以大概率也是合化了啊。这个亥卯，亥卯一旦合化都化了个木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官，这个是印，这不都是官印相生吗？靠印得到了官杀的相，是不是啊？比如说我靠学历谋求了一份好工作啊，再包括我靠母亲啊给我介绍了一份好工作，这不都是吗？这个卯不还可以代表偏印吗？对不对啊？啊，这都是取向。那申金呢？申金本就是庚金，乙庚它是什么呀？它是天干五合在地支的展现，对不对？卯申暗合，这种时候就叫什么呀？印和财星，我靠我的文凭，靠我的文化得到了钱，是不是啊？我是个大学老师，我很有文化，我到处去讲课，然后我挣钱，这不都是卯申合的相吗？当然如果这个是男命的话，卯申合还有跟妻子或者情人感情很好的一个相。那卯有冲呢？
是不是财破印受了？你看这是财印合财，这是财破印，它在取向上有什么区别呀？财破印呢，就是说我为了目的，我为了拿到更多的钱，我要打破我原来的原则、想法、理想、理念、追求，我要为了它把印破了。但是印合财呢，印合财的意思就是说我通过我的理想、想法、原则得到了它。你看这个取向上是不是区别非常大呀？啥叫财破印，啥叫印合财，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做工方式啊，大家要注意区分。看丁酉一柱啊，丁酉一柱自作天乙贵人，因为丙丁诸己未嘛，丁亥和丁酉他们俩都是自作天乙贵人的，一个做财，一个做官。男人啊，如果这个是男命的话，男人坐下为财，他会很有女人缘啊，女人缘。男人坐下是财，有女人缘，女人坐下是财，他有男人缘。哎呀，夫妻宫做财呀，是这个走桃花运非常重要的一点啊，会有，你会发现有一些女的桃花特别的多，很多人喜欢这种女性，多数坐下是财啊，坐下是财，这个男人跟她接触的时候就会非常的舒服。这夫妻宫相当于什么呀？夫妻宫就相当于啊，男人如果是一个种子的话，他想落在这个女人的怀里需要有一片土壤，那么如果是财落在配偶宫的话，这个种子落进来它就怎么样啊，得天独厚，又温暖又湿润，气候配合的又刚刚好，它就有这个天然的感受。你不信你去周围的啊，这个女性里面调查一下，看是不是这种做财星的女人这个异性缘偏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财养官星，它是官星的源头啊，财养官星，你就等于是一个男人到了一个地方有吃有喝，这多好多舒服啊。你如果是坐下是劫财或者是伤官，那就等于说是这个男人进来之后就费劲，有如果是做伤食的话，这男人进来不但没吃没喝，还要被掏空一切。这个五行的东西啊，你就算不知道它也存在，它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五行的东西它就不产生作用的啊。做财是异性缘特别好的条件之一。那么丁火的伤食是最多的，有辰戌对吧，啊丑未有四个，这四个作为伤食呢，他们有自己不同的心性的展现。比如说当辰作为伤官的时候，他求官贵的心呢，他对名气名声的这个心呢就会更重，因为辰里头有鬼，物鬼相合，这是辰当中的藏干作用。而且辰合了申合了子之后，它也是向什么转化，向官来转化的，所以辰的话他求官求名望的心就更多，他会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。那如果是丑呢，如果是丑的话，他这个性情啊就显得更加激烈，因为丑中是己辛癸对吧，如果说这个丑当中的己土透干了，在天干克癸水的话，它这个心性会呈现一个食神制杀的心性。以克为宫和以合为宫是完全两个概念了。以合为宫，以合作宫，你甭管是合杀合财还是合什么，它都讲究一个以合为贵。什么叫合呀？以合为贵。但如果你以克作宫，食神制杀呀，比劫克财呀，以克作宫的话，他都讲究一个强势的不留余地的对抗的态度，这叫以克作宫。所以用丑和辰相比较，这个明显他伤官用辰的时候，这个心性比伤官用丑的时候要温和，就是里面藏干的作用啊。然后以丑为伤食的时候，他的这个财念就会非常重啊，他的财念是很重的。再看戌，戌呢是特别容易化火的地支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他就会特别的注意自我感受
啊，就我爽那是最重要的啊，因为戌是向火转化，也就是向禄转化，它更倾向于什么呀？躺赢。这是他们作为四个伤食不同的属性啊。那如果是胃呢？胃其实更倾向于向印受转化，亥卯未嘛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丁火它就对文化呀、历史啊、学习啊这方面的东西会有浓厚的兴趣。这就是四个伤食它不同的趋向跟展现。从哪儿取的象？就是从三合里取的象。但是总的来说，丁火日主是十天干里啊最爱钱的。爱财，财怎么写来着？他是十天干里最爱财的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丁火啊属于人间之火，这个人水是吧，是大江大海啊，有滔天之势。然后呢这癸水呢，癸水呢也是雨露均沾啊，也是一个天然的东西。十天干里只有庚金、辛金、丁火，这是属于人间之物。庚金都不能完全属于人间之物，矿石也是大自然产的呀。这个辛金和丁火是属于人间之物了。丁火是红炉之火，是这个蜡烛之火，而辛金呢是珠宝玉器，已经成型的珠宝玉器。人间的东西啊，这个物欲它就重一些啊，它缺少了一些天然的啊大道的一些层面的那种啊这个倾向，多了一些这个人欲层面的一些追求。丁火日主呢，只要这个局里配置啊不是特别悲剧，基本上他们还都是在花钱的方面，就尤其是给比劫给女人花钱的时候，他们会非常慎重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辰酉相合。辰酉相合呢就伤官生财，他如果不化的话，如果化了的话，伤官变成财，你这个心性解读就不要以伤官为主了啊，就以财为主了。比如说你生辰月的丁酉日主，如果辰酉合金了的话，他就没几乎没有伤官心性呢，都是这个财的心性。伤官的心性傲慢自大贬低别人，但是财的心性呢圆融共通是吧，这个为别人着想，他几乎是一个相反的了。所以取向的时候，我们在判断性格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一点。那么如果见亥呢，这亥本来跟酉是不发生关系的，为什么把它拎出来讲？因为这个酉金呢就是辛金，这个辛金最喜欢金水伤官喜见官，金水伤官喜见官就是人丁贡献，人丁贡献最好还天地不要耽误。所以说亥水喜敌酉金，因为酉金到了亥水之地也是得泄得喜敌的相嘛，而且天地丁亥还不妨碍，此时这个酉金就熠熠生辉。其他的日主财星逢官地都是财量下降的，但是丁火日主非常特殊，他的财星见水也就是见官相反而荣耀秀美，变得熠熠发光。取向上就是金水伤官喜见官，这个东西就是电灯灯泡，这个东西就珠宝玉器，珠宝玉器经过水的洗涤，然后再用这个聚光灯一打，那是不是光辉明亮之象啊？啊，所以见亥的时候，反而他的这个财星层次高。当然了，你局中得有财，如果你局中没财，你光见个亥也是没有用的啊。酉戌穿呢，这个跟辰酉合，你看辰土跟这个辰丑跟酉金关系都很好，但是到戌土了就开始穿了。戌穿酉呢就伤官生财，不情不愿啊，就是如果是男命的话，他呢就是得对媳妇儿好，但对媳妇儿好的同时啊他心里不爽，他老得挤的媳妇儿几下，刺儿媳妇儿几下，以平衡这个自己付出的这个啊就是不舒坦的感觉。你应该发现会有一些人是这样的，他为你付出但是心不甘情不愿，所以他就找点茬去平衡自己一下，这就是酉戌穿。丁亥一柱他自作天乙贵人，丙丁助记位嘛，亥水跟酉金都是他的天乙贵人啊。丁亥呢他自然的取向是有灿烂星河，
然后丁火是为星光之象啊，就是茫茫浩如烟海的银河里面有几颗星星在闪耀，这是丁亥的取向。丁亥日主如果想要得到坐下正官的情谊啊，必须运行木火之相，否则的话这个亥水对丁火的情谊明显不足，丁火的贵气也是明显不足的啊。火日主如果想用官星来取贵，或者用七杀来取贵，那一定要运行木火相，这个是经验所致，我看的所有的丙丁火的案例都是如此。丙丁火日主如果说是非常旺，比如说丙午一柱或者说丁巳一柱，那他可以走申酉戌这样的财相去平衡自身的旺气，也可以通过财来取贵。如果说是想通过官星取贵，或者通过七杀来取贵，无一例外要运行木火之相啊，无一例外，基本上是因为他们运行水相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水，他们运行水相，首先自身的能量在亥子丑这个位置是非常不足够的，然后呢，这个印绶他们的甲乙木在亥子丑的这个方位也是无力的，印绶本身都非常孱弱。印绶别看得水之相生，冬天的木，冬木哪有什么力气，哪有什么力量啊，是不是？冬天的木啊，它不容秀。什么叫容秀？就是我这个用神它漂不漂亮，高不高级，我的这个用神它不高级，它就算是生服我了，难道我能抱着它的大腿跟它一起高级吗？是不是？帮我的人自身都有点泥菩萨过江的这个相啊，都比较贫寒，都比较破落，那他过来帮我，就算我得到了他的帮助，我又能拿多少好呢？所以说这个火日主啊，丙丁火日主想要用官杀取贵，一定要运行木火之相，除非本身命就非常旺，有这种四五的名根，身带旺气，又挂印绶，他可以走申酉戌来取得高层次的一个收入啊。我们讲一下地支取向，寅亥相合，我们之前讲过，寅亥相合如果局内水旺的话，它其实是伤了寅中的什么丙火的，所以寅亥相合还有制劫的一个含义，通过官星制劫啊，寅亥相合是可以制劫的。注意啊，这是地支暗藏的相，通过暗藏我们再透过天干的展现啊，来推测它地支的根源到底在哪里。寅亥相合本为官印相生，的确是官印相生的相，但是他生了印之后，这个印并不美好啊。他生的这个印如果是在冬季亥子丑的大运，这个印记住质量是不高的，通过自然的成像我们就可以推论出来。再看四亥相冲，四亥相冲呢，它其实是丙壬相冲，它有劫财来坏官之相啊。所有的火日主和木日主他们都有劫财坏官，乙辛冲对不对？对甲木日主来说，乙辛冲就是劫财坏了自己的正官，对于丙火日主来说，丁癸冲就是劫财坏了自己的正官，对于丁火日主来说，丙壬冲就是坏了自己的正官。记住啊，这个阳干日主丙火和甲木虽然他们不喜欢正官，但是正官作为一个吉神，他是不能够被冲毁的，尤其不能够被劫财和伤官所伤。那么阴干日主呢，正官由于跟自己相合，代表自己的贵气，也不喜欢见到劫财来把自己的官星冲毁啊，一定要注意。所以四害相冲它其实是有劫财坏官之相的，同时也有四火当中的庚金想要来劈害中甲木之相，只不过庚金破甲的时候必须要看着害水的面子。这个害水本气为壬水文，壬水在保护甲木，虽然说这个壬水生服甲木的情谊有限，但是怎么着娘在也会给孩子留一口饭，也不会让别人轻易的伤害啊。所以庚金破甲的这个相啊，不轻易发生，就算发生它的程度，记住我判断程度的时候也是比较低的啊。再来一个午火吧，午亥相合，午火是丁火的禄神，禄神合官，如果局内比较湿寒，这个午火的火气会下降，也是湿禄之相啊，也是把禄神弄弱了，午亥相合把火气给灭了嘛，禄神就弱了，禄神弱了之后福气就会下降。虽然说我得到了这个官，我得到了升职，我也得到了事业上的提升，但我的身体可能会垮掉啊，我也有可能会用一些不当的手段和方式使得我的福气得到损坏。
丁巳一柱，丁巳一柱啊，和这个财官的关系啊，可就比戊和丙午强多了。你看人家地支是不是啊？和两个财的最旺位都与巳火相合，只要这个丁巳日主坐下的巳火不要被完全的合化，巳火合化为金或者水，它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。因为丁巳一柱，巳火上面透丁火，就代表巳火的感情是支持丁火的。丁巳一柱就是火神一柱，天地通透之象，想要把这个天地通透之象给掰过来，掰成金或者水，没有那么容易。丙午一柱坐下很容易引午戌或者午未合，那是因为坐下是午火，透出也是火。但丁巳一柱坐下合化的东西跟它透出的东西是完全相违背的，巳火答应了，丁火还不答应了呢，对不对？巳火怎么着得给丁火面子吧，这是我上头顶着的老板呢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在天它成不了象，在地它如何成形？所以丁巳一柱它纳财的能力非常之强。巳申相合，巳丑巳酉相合，巳丑这个合而不化，都是往财的气去转化的，等于坐下的这个比劫啊，记住丁巳一柱坐下的这个比劫很容易帮自己一起干事业，有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之象。因为丁巳一柱火神昌旺，巳火支持丁火去怎么样拿到这些财与官。子巳是相合的关系，丑土一来财官全到手。官是怎么来的？官是由于丑土当中藏有癸水，记住啊，丑土当中有癸水，丑土它既是财库也是官库，只不过它作为财库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。做官库地支要见亥子丑三会，它就是官库。巳丑一合，财官全到手，通过伤官既拿到了财也拿到了官。伤官是日主之口才，是日主之创意，是日主的灵秀。丁火日主见了伤官是非常好用的啊，这是见了丑土的一个象。我们再来讲一个，讲亥水。巳亥相冲，巳火冲亥其实是丙壬相冲啊，然后呢是庚金破甲，这里有庚，这里有甲，这里有丙，这里有壬，是两对组合在打仗。当然如果原局火土旺透了戊土的话，也可能是这里的戊土要克这里的什么，克这里的壬水，可能是丙戊抱团想克壬水，也可能是丙火单纯的冲壬水，也可能是这里的庚金想要克甲木。究竟到底因为什么打仗，要看天干透干之物是甲庚还是丙壬还是戊壬，我们要从天干的成像推导地支的矛盾的根结在哪里。如果是丙壬相冲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劫财坏官之象，坐下的巳火视为自己的劫财，对吧？如果丙火是自己的夫妻配偶星，此时就有配偶毁我事业之象。大家应该都听说过，很多高官的人都害怕自己的小三或者老婆揭露自己，倒打自己一耙，所以对离婚非常之恐惧。这种就叫做劫财坏官，尤其劫财是代表自己的配偶，在自己坐下日支所存之时，就会有这样的象啊，四害冲，配偶坏了我的大好前程，它是有这么一个象的。那如果透出的是戊土和壬水，那么就是伤官见官啊，伤官见官。戊土由于是从我坐下巳火里透出的，所以戊土也有可能是我的配偶，所以戊土克壬水伤官见官的时候，也可能是我配偶坏的事儿
啊，要看他的东西伤了官星的这个东西是从坐下哪一个根气透出来的，它是年支是月支是日支还是时支，通过宫位以及所关联到的六亲，我们再去反推这个事情最终的成相跟成因因果所以。再看一个啊，四身相合，它合的是财，但是不仅仅合的是财，如果合化的话，官也出来了，财官一体。你看丁火日主特别容易，尤其丁巳日主特别容易因财致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得到的财都是财官一体呀。你看丑和申它里面都藏官星，而且都是跟自己坐下六合或者三合合进来的，合进来是得到最容易跟我缘分最深的，他是因财而得官，所以因富而入贵，因为他有钱了，所以他有名了，所以他被人崇拜了，这叫因富而致财，因富而得名。但是一旦说丁巳日主走水相，走金水之相，身弱了之后，记住，这就不是因财而得名，而是因财而惹祸。因为他盲目的扩张自己的企业，不懂得停下脚步审视自身发展条件是否跟得上，所以因财而遭煞，煞来攻身，这叫因财惹祸。所以这个财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，你合进来这个东西究竟对自己的命局产生的作用是好还是坏，一切都取决于你自身能否能扛。你自身走的相是你的旺相，那这个流年上的东西再旺你也能扛，如果说你走的这个相就已经是你自己的衰弱死绝之相，你走了火的病死之地，此时再见旺盛财官就是过来坑你点炕，没商量的。